煮一壶的时间，加一点温度，配上一片好心情，成就一杯好茶。茶对我来说，就是一个默默陪伴着我的好朋友。烦躁的时候，透过行茶把散乱的心收回来，也跟着我出国旅游，陪我走过世界各个角落。我很享受泡茶这件事，安安静静的空间，热水的烟雾缓缓的升起，水珠的行走，都让我看到大自然的美丽。我是陈维巧，这是我的茶沙龙。